大师说，尝试物体穿过人体，我都非常担心它。人锁在箱子里，双手放在外面，然后我只是撞过去。我当时真被他擦了一把汗。好，我都很紧张啊。好，来，亲眼看见真的不是很相信。哇，太不可思议了，就是魔法超人了。哇耶，好美啊，好美，所以太不可思议了，太精彩了。这一了不起啊，我几十岁了从来没看见这么精彩的。哎，杨振猛牛，梦想飘台。